梁志坚平政府点解要畏首畏尾啊？一手新例，支援无期嘅辣椒，今年嘅地产楼市特别多掣肘。业界嘅老行专家叔就话，地产市道呢半年都唔系咁好景啊。但系佢担任副主席嘅汇德丰，由上年至今已经买咗6幅商业同埋住宅用地，包括将军澳嘅临海地皮。面对随时加力嘅楼市，佢就未惊过啦。做地产咧，系一个长远嘅投资，长远嘅 risk， 永远有 risk 喺度。最紧要咧就系你有个 staying power， 我可以喺嗰个市道唔好嘅时候，我企得稳。对于自己嘅决策同埋眼光好有信心，但系对于实施紧嘅一手新例仍然好有保留。一手楼卖咧，系多咗好多掣肘喺度。呢段时间个个都系惊住会搞错，特别系嗰部卖楼书。话而家嘅楼书出错，分分钟唔发展商负上刑责，但系政府立例嘅时候咧就好仓促，搞到而家法例仍然存在漏洞，再修例亦会费时失事。而讲到政府咧，尤其是系喺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嘅表现，佢有咁嘅评价：政府施政嘅嘢认为合理啱嘅，你冇行，使冇畏首畏尾啫。而家你估真系仲有得话佢哋官商勾结？做嗰个亦都惊，你政府负责嗰个惊，咪点解而家啲政府官员话喂，我系睇住部书嚟做嘢嘅啫。你香港一出嚟，未出到嚟已经俾人闹啦，政府又惊。其实政府对楼市再多嘅政策同埋监管都未见有预期嘅成效，比一系列辣椒推出之前上车仍然系咁困难，呢啲又点知系政府畏首畏尾之过啊？